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我哋 Gary PHK， 我依嚟继续玩 Two Point Campus。上集校长应承过你嘅，一有钱我哋会俾翻个舞台你噶。呢间厨艺学校无惊无险就玩到去第三学年噶啦。今集会开一个新解锁嘅学系，总共有16名学生毕业。我哋学校教出嚟啲大厨咧，全部独当一面。呢个城市啲市民有口福啦。好多学生好开心咁毕业啊！我哋喺新校舍呢一边咧，整咗啲嘢食啊，户外嘅小食亭。咁大家买完嘢食咧，就可以坐过嚟呢边慢慢叹啦。另外仲有个要求，想要蔬菜摊同埋拉面摊，全部都要用 key point 解锁嘅。好似喺今集咧，喺 campus 里边译咗做赞啊。右下角见到我赚咗240个噶啦，系我喺冇拍片嗰阵辛辛苦苦储翻嚟噶，立即用咗去解锁一个先。咁因为我哋 L 型咁样摆啦嘛，成个矮瓜喺呢一度，再请个员工先。啊，呢个助理都几开心，有个搞笑技能。再做埋呢个拉面摊，一有钱就任性啦，又70000多元。呢个加幸福感技能嘅助理，哇！啱啱做埋两星嘅任务，校园等级12级，喺演讲厅解锁埋浪漫电影。加埋明星厨神大赛添啊！新学年我哋可以管理课程，新增课程嗰度咧有个搞笑事业系，亦都系呢个地图解锁嘅。我谂系教栋笃笑啦。第二座大楼楼下，其实我已经系买咗笪地，起咗新校舍添噶啦，又开办新学系，一定要多啲地方嘅。又要讲讲今次 campus 同埋 hospital 嘅分别啦。以前是不可以改变建筑物的，而家我哋可以去修改噶。嗱，譬如呢个门咧，我哋可以直情卖咗佢，又或者你可以额外再整啲门喺任何位置都得。以前 hospital 系冇嘅，而家就弹性好多。觉得嗰个校舍唔够大，仲可以扩建嘅。所以今集创作你哋心目中嘅完美学校咧，就再弹性好多啦。Radio's longest tenure DJ， 大咗好多啦。而家我哋需要整个演讲厅，诶，咁即系话其实搞笑事业系个课室就喺演讲厅度举行。既然系咁，我就整个超大型嘅演讲厅先，直情咧攞晒呢一个范围，整大啲好嘛？整到咁大。超大，咁样，跟住要砌座位啦。哇，劲大啊！今次个演讲厅，未来要开 show 讲栋笃笑噶嘛，系要习惯下啲咁嘅场面噶啦。我喇叭要摆好多先得，如果唔系后边啲人咧听唔到。Just like Mama used to make。哇，星王 level 7噶啦！作为举办搞笑课程嘅演讲厅，我就改咗呢个名。几廿年 super 救命演讲厅，网入边写住搞笑事业系同埋料理学系学生都可以用嘅。我哋要请个专门搞笑嘅老师托比亚斯。可惜请唔到个黄子华，唔紧要，我哋相信呢位教授。咦，有个搞笑学系学生嚟咗啦！佢哋好似戴头套咁样嘅喂。跟住另外一个青头仔加入咗，三个一齐倾偈，会唔会咩搞笑嘢发生咧？就咁。
倾闲偈嘅啫噃。诶、欸，原来佢哋都要去呢个课室上堂噶。Next. 搞笑嘅学生终于嚟啦，但系啊，好疏落咯。其实个场太大。喂喂喂，死啦！阿 Sir 讲嘢好闷咩？点解瞓觉嘅？阿 Sir 先嗱，整咗对小丑嘅鞋出嚟。看來教授使出渾身解數喎、欸、電影要播放了喎，剛剛新解鎖的浪漫電影啊，一個約會的情節來的，會不會多些人來啊播電影？喂不要這樣啊，好貴的這座東西，等一下，好像乍眼看下去多個人上堂一樣。喂，校园等级上升啦，我有人迟到啊，咁慢因为你。房间容量是12名学生啊，咁其实呢如果其他嘅演讲厅呢，呢、這个是8名。Roll with me here. 太过大好似真系唔系几好咧，好望落咧，好似冇人嚟咁样。呢个系新影片啊，浪漫嘅电影完成。咁不如我改建一下佢啦，一夜买咗先。其实我哋使咗60000多噶，再整多个演讲厅，都画咗咁大先啊。但系咧，我哋可以减紧啲范围嘅，减多层啦，一系大致咁样。演讲厅就在这个位置，最尾整了三边凳啊，知唔知演唱会三面台咁啊？嗱，整细咗望一望先，房间容量是8，咁好像好多哦，好像不错咁样啊。不过个 professor 会唔会有啲压迫感呢？三边都有人望住，譬如买一大髀痕咁喎，凹两凹，侧边咪人望到啦，系咪啊？正面就话有嘢遮住啫。嗱，有冇观众咁啱？你哋又系大学讲师，中唔中意三边咪人望住呢？但如果我作为学生咧，我觉得 OK 嘅，坐侧边黑板瞓 ，professor 都未必见到啦，系咪？呢个人咧就想要部游戏机。但我哋唔够 key points 嘅话咧，可以揿上集就话要出地图啦。原来我发现咧，右上角可以揿右掣咧，都可以去生涯中心度收取 key points。我喺冇拍片嗰阵咧，做咗好多呢啲任务翻嚟啊。睇先，我仲有差唔多啦。而家几多？哇，390。咁可以解锁佢想要嘅疯狂计程车，咪即系 Crazy Taxi。我有拍过片俾大家睇噶，都系世家嘅出品嚟嘅，咁就摆喺新个校舍啦。Crazy Taxi简直童年回忆，入机铺必玩嘅。你睇真系嗰部嘢嚟噶，呢部系有得坐添嘅 Crazy Taxi High Roller， 真系播紧 Crazy Taxi 嘅画面噶，系咪嚟玩？真系真系真系好快嚟啦！$1就抵玩啊！呢部车好潇洒啊，揸得踩上草地，顺利入六框，玩完即刻去上堂咧，几开心上堂。搞埋个新活动先，撕裂和弦，移动速度加10，幸福感加20%，4000元嘅啫。我觉得正过 DJ show 喎，系咪啊？好热闹嗰个感觉。嗱，呢一个学校咧，我哋暂时玩到嚟呢度先。三星都唔难嘅，要等多阵时间咁解嘅啫。伟翔 show 就完咗，仲唱紧啊，抵玩啊 ！Encore 再 Encore。我今日再玩啲新嘢啦，我哋离开呢一度，去其他地方开学校。米顿大学
呢一间历史悠久嘅大学，想揾人带领佢哋赶上现今嘅时代。佢哋神圣嘅校址开设咗一座现代嘅校园。Mitten University is an amazing place. I've only been there once, just went for the afternoon. It's pretty confusing, though.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colleges and buildings. I was lost in its winding corridors and cavernous libraries for several days. It was a haunting experience, but I must say, very picturesque.欢迎光临米顿大学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，舍弃老旧的石像换来运算科技，发展全校第一个功能齐全的机械人。大学里面古董设施可能很吸睛，但是尖端科技沾不上边，建立米顿大学应该有的现代校园，让我们名留青史。今次是机械人，是真的是一个古堡来的，在这么古旧的地方建设机械人。今集咁搞笑喂。嗱，按照返要求整返个机械人制造室先。个校舍有个中庭啊。唔错啊，呢个设计我觉得。咁我就将课室摆喺左下角。呢个係7x6嘅话，我就加多两格。入口係呢一个位。望一望先。整机械人嘅设施。有个白板，里面有个机械人的设计图，另外有个控制台，当然可以额外整多少少嘢啦。身体书桌啊，不如咁样啦，摆呢边啦，好嘛？全部呢啲咁嘅书台，呢个系整头部嘅，不过感觉好似我哋砌模型咁样嚟噶，工作台。呢个是零件的书台，跟住呢个是开发工作站，即是 3D 打印，哇，好大座啊！呢个嘢我哋就移过少少先。开发工作站就摆呢个位，松脱嘅零件，呢、这个先系 3D 打印、哦，再执靓呢啲位先啊 ！3D 打印嗰个台就放喺呢个位置，好整咗啦，好现代化。其实咧呢、这个我觉得咧呢座嘢啦，点都要整啊！开发工作站，學習能量加2%。Hard work may or may not pay off.演讲厅就喺摆，演讲厅摆喺隔篱。可唔可以咁样咧？哎呀 ，OK 喎。但系只大门对正咗个演讲台，好似唔系几好咁样，侧少少啦。只窗开过少少。白板就可以移过去另外一边，咁样之后要请机械人老师啦。有两位老师可以聘请，都系32000一个月。艾格曼佢有个虚弱嘅膀胱，另外好容易肚饿，加埋好中意数糖果。咁隔篱啊，杜利德咧有不良个人卫生，同样都有虚弱膀胱。咁不如、好似呢个好啲。即起码唔会有咩不良嘢啊，大佬！学生交易厅，哦，升到 level 3啦。Right here in Duckworth。跟住整一新嘢啊，培训室喂，似以前 Tuba Hospital 都有嘅、哦，不过就嗱，而家系用机器啊，以前咧系用班房形式系培训嘅。培训一名工友学习机械学，就可以帮设施升级。首先要按开始培训，就要揀翻个工友，新增一项技能，机械学
教导学生之前呢，首先要教导啲员工。哇，出现咗个大佬，个大佬传授啲知识去员工个脑嗰度。弟弟阵，大家唔好误会啊，呢个唔系酷刑嗰啲电衣嚟噶，放心吧，我哋唔会虐待员工嘅，佢享受紧噶，其实。哇，系咁电，系咁电。OK， 电完啦。几时都话学习知识一啲都唔容易啊！睇佢样先如何啊？其实满意嘅、哦，笑眯眯行出嚟。受过机械学训练嘅工友可以升级特定嘅物品啊！睇下先，而家上紧 Nature， 哇，好型、哦！我哋啲学生今次上集冇见过咁有型嘅学生噶。同埋呢个 sport 咧，系咪即系等于咧？我哋咪有个进行改善升级机械人专案嘅，就系要揿呢个齿轮。俾10,000元，嗱呢个工友要行过嚟嘅，有时咧如果你等唔切咧，可以暂停个时间啦，暂停时间揿 L 3，跟住就捉个工友过嚟，掟佢过嚟呢度，咁就会快好多嘅。而家帮手升级紧，升级途中呢边又上紧 Nature， 冇瞓啦，你俾咗学费噶。学费唔系平噶嘛，系咪先？争取机会学习知识，你睇呢个老师几认真教学。好啦，再望下隔篱啦，仲系烧烤紧啊，就嚟升级成功。Staff are reminded to care about students. OK， 升到2 level 啦。今集好多嘢解锁啊，多一个研究实验室，我谂等于 hospital 都有嗰样嘢。睇下先，可能要揾几个老师一齐喺度研究嘅、哦，有4个 mon 喺度，摆呢个位，可以整啲控制台嘅物体，呢啲咧系额外整嘅，可以可整可唔整。整2个先啦，跟住整张台。我解锁呢个研究柜啦。摆2个喺度。就咁。要请多个老师喇喎，又要。真係要搵多个老师嚟研究。今次呢个老师係有铁膀胱啊。你会过嚟先。我哋要开个研究嘅专案，研究机械人系书架。呢啲书架咧，其实系可以摆喺图书馆度嘅。望望佢点样研究先。喺个机器度揿下揿下咁样。睇下先，啲学生和咁快想拍拖。好，我哋最开明噶啦，立即买，摆学校门口先，劲开扬咁拍拖啊！哇，就快搞掂啦，咁快研究完噶啦，睇先可以攞啲咩出嚟啊？嗱，好正经啊，都系文件嚟嘅，我以为会跳啲咩昆虫出嚟添。嗱，暂时都好顺利赚到钱，始终第三个地方都算系啲教学关卡啦。喂，搞掂啦，行行企企就研究完毕啦。头先解锁嘅机械人系书架，咁啲学生就可以过嚟借啲关于机械人嘅书籍啦。哇，咁都俾我蚀多个位、啊，劲悭位啊！嗱，呢啲就系香港地嘅生活智慧啊，所有有得蚀到嘅就蚀落去。除咗机械人书籍之外，咁都需要有其他书嘅，摆2排喺度，摆多排喺呢边先，
请翻个图书馆管理员。哇，好型啊呢个，呢一个头。你睇下，同我哋其中一个学生咧，应该好夹啊！哇，你望下，系，我觉得佢系高材生嚟嘅，定系佢唔单止套衫都好机械人，佢行路都成个机械人咁样。哇！呢座嘢整紧个机械人手嘅，应该个 3D 打印。诶，不如装嵌紧啦。原本得背包，而家要埋个身体。教授都帮手噶。动作好一致啊，同步率100%。第二嚿系条腰啊，我睇嚟太边咧，起得都唔系几好，因为咧有啲掣揿唔到啊，有啲人，所以咧我谂我都要改变一下嘅，将佢。你先放学咯，哇，讲住睇，哎呀，迟咗，哎呀，阴公。呢边整咗机械人，诶，不住私家啫喎。电影散场啦，有个人好灰心啊，佢咪约咗女朋友，女朋友唔嚟咧，上堂迟咗。哇，开始要整暖炉啦，睇嚟，睇下，解锁暖气，管理温度都几棘手噶，有时。要在所有空间都要整，OK， 温暖了。在整暖炉期间咧，吓搞啲搞炉嗰阵，原来已经机械人整埋对脚同埋个头添啦。其实玩呢只机都几忙嘅。咁但系如果我拍片咧，长期抱住佢又好似唔太得，但系唔抱住佢睇唔到只脚点整出嚟。今次装嵌只手，点解另外一只手会有鱼噶咯？睇先，去咗边啊只嘢？A 落翻嚟啦，终于完成第一个机械人。今集玩到嚟呢度先，究竟呢间学校做咩搞笑嘢？我哋下集再同大家玩过。中意我哋玩模拟游戏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，支持我哋啦。下次见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